摸过阿天线的超油火车，天天呢都天顺十二个，后背看到的水润调人，爱用日薄清强优化的景色，不论马杀就摸法图唔懊恼机。老师傅建设水台摩强用，主要是因为了鬼片抢救救，强硬看不到前头的波尔，不但将每发的发动全国，每本发动提起的农民前三批，因为了会出三个米，不但将前本分量，还早就是台湾好米的另一种台名词。发动全国的米有其好事，不是爱讲大家独地，不过了到厉害的江中英到底。有样板人贴片的技术，也是样板生意的照顾方式，相信钱道人有兴趣。因为日期本大家好事顺钱的印象，发展推动生产的米，日期在市场上有前途的名声。除了空气新鲜，从北片发展牛力钱，到南片推动绿叶向界发动全国，因为本海岸山脉、中央山脉威能。地背的玉里、富里、七上、关山掠到乡镇，因为受到偏壤乃至韩国日夜温差日量平均，国家南北东往都有好把经过，海水贵年无天，顺条有无工业废水关系，天空北本的好环境，所以最适合种沃尔。除了天然优势，大病很重要。两个玉里更重要，潘江兴因为长期投入研究禾米，2008年就拿到日本民食鉴定国际赛大奖，本台湾米第一摆正式受到世界级肯定。三点啦，第一点不讲，你的地硬水波去欠物个，吼，你都不去拾物个，吼，第一点，第二点吼，你的地去欠几多，你都不去拾几多，吼，两。第三点，吼，都会讲，你一天爱千三万吼，像照顾一家生意那样去照顾去，你准备那些，你准备马马虎虎钱财啊，啊，唔怕啦，你咯，啊，上水波去咪体简单照顾个，但是你若讲中心皮带去照顾吼，你成年之内照顾吼，就会表现得全好不一样。当欠个潘江庆，唔认为自家有几厉害，不过几日迟到，对四天的时间，一天爱用人工方式。进行在天空慢慢的搜索、挖掘，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，才可能让沃尔照顾到最好。你耕种吼，做一张农夫吼，都会老了照顾作物啦吼，既又锄又平又冲吼，你学来去解决你个问题啊。像你爱放了就会，你安怎无讲呢？你安怎无讲呢？吼，去维持唔会做啊。吼，所以个机械摆机唔会打沃的。所以两个 ID 都会来去帮忙他去。你爱冷藏室吼，你爱都 ID 个锅吼，可以走嘞吼，咱都用伫了台。外加将摘出来弄啊吼，弄成米，啊米了弄好那阵嘞吼，搁用了台，你慢慢来包。哦，还银行拿外吼，爱你讲包装不银行，所以你要品质呢，就得保持好。今年十米一年，365年吼，当然是个米个个口感准强壮啊。台出手卖了现代化个石皮老机器，过去20年来，潘江兴从前到农民强壮，四月十天唔会卖米，将辛苦种来个米交拨米商过后，虽然有很强个技术到品质。不过辛苦几年才存没几多，所以几年前佮开始跳出传统的限制，自从品牌老包装直接上名去卖，甚至还新立的产销版，希望老佮强融有心的乡亲，咪做得种禾米存有钱。最艰苦的一点，爱到省的东西，爱到无法度自家出价，吼、哦，通天本。米糕啦、米霜，你都控制得起。加到很几多，我都都买几多啊。产品好，基本冇讲啊，下好的价是让你卖。所以讲，我到你也都讲啊，自家来组织个啊产销班，吼、哦，来做米自产自销，然后来卖，提升我们的个利润啊。
到台盘上比起来通路无安多，不过为到传统年代就算七家个钱。立下记得吴丹强对让的栽种，深山未配，修身龙骨全部七家来，做出行销对抗民商，很用优良的品质得到前途奖，也所以开发出很多的银行。因为就三万个研发到前后个环境，然后花莲推动个米，差不多就是台湾最好米个代表之一。不过经过安东英个生产以后，然后大家咪烦恼，后生两批很快两百位继续来接班，甚至就成年了抢势，就会对了十天又兴起嘞。前方新的半润茶日时出来，看下清楚到，竟然是一个很算是成年人的司机的开始，很厉害，很是基本款地图最开心的。了下长十三岁的胖四号，带着推动人关山井的田公里，从小就听了阿爸讲讲，做久了没想到是爱到了十天，甚至读国小五年生九岁时节。就决定两百二做一个新工的工匠人。啊，佮都讲爱当年做事做按工夫，佮都想讲阿母爱咧爱袂做个，爱就咧让阿爸添做。平料就唔卡哦，佮拢袂老唔卡添做。四天个洗啦，啊，你啊四天机咪拢机器化个嘛，啊，佮都袂是四天机啦。啊，那都天时手气个袂配啦，又袂某个佮都袂。天松配不爱到未配安样去呢啊！后日心落去就变成公公，写比那么做多上一当干起个种情形。就关山田公里，每日出系最沙皮个农产品。老母给人的市场比起来，因为强壮的中国地图品质一点都没没收机，和胖四号就在后面的环境下，对十天进来更有兴趣。普通小朋友当好的天堂，对其根本不重要。啊，就看爸爸一个人在家里，感觉看他在做田很无聊啊，然后就来陪陪他，然后就陪久了就陪，就很像感觉到做田很好玩。我就下来帮忙，我也不喜欢玩电动的感觉吧，因为有时候电动打久了也是会累啊，啊，总比在田里走还比较好吧。对二零零九年时代，就得看到暗色的耕种烟和摸烟笔记，完全是自家国土兴起来时天，可能全台湾千摸几届。不过其实潘四号要按空前的农村观念，也是正确的耕种知识。种类二十七年，五十八年次，未算后生的阿爸，品种对佮个指头，哈那系关键。怎么样？这个就是一品种啊，它开始在枯萎了。它枯萎的现象就是变成这样。你看我们平常一般的稻叶是绿的，那它一品种它就会开始，时间到了，它就开始枯萎。这个问题一看就看得出来，像这样的情形，这一颗里面就是一定有一品种。这个是被妇女虫吃的啊，它是因为妇女虫是吃叶绿素啊，这个绿绿这个就是叶绿素嘛，啊，妇女虫就会吃这个啊，吃完它就会变白白的啊，如果你这个不去管它的话，它就到它的养分就被吸收了嘛，啊，整个稻子的养分就会没有啊，啊，它收成就收的比较不好。从抓到的妇女虫，因为它会吸收这个叶绿素，所以它身上就会背着这种养分。它、啊、这个，它吃完的时候，它就会变白白的。像这个，它就已经吃掉很多了。
对母的各种问题，经过阿爸的解释以后，经验下来，汉斯豪已经非常了解。另外，对相关的农用技使用，基本差不多没问题。所以上去种母鹅，阿爸就特别本金五分提，从大天、十天到尾批割母，完全不用本金去做，结果品质还非常理想。我家种两个品种，一个品种是高雄139，啊，一个品种就是这个台东30号，啊，139，高雄139的米好吃，是因为很 Q， 而且又刚刚好遇到我们这种土质是粘性的土质，啊，这样子种出来的稻子更好吃。将百年来的新片，一家种出来的米送到龙国去。经过一罐又一罐的处理，看出来潘世豪出了运气，很正经又专业。尤其看到一粒一粒鲜白的新米，跪下倒出来倒台的毒，心肝都该欢喜了撒皮，一看就对。虽然今天会做一个优秀的耕种人，不过面对时代改变，后生人提提不爱耕种，让细细年纪的潘世豪用半年为大白病了，就各自做天蛇，甚至想要做农夫呢。我是觉得还好啦，啊，以其他年轻人是因为看起来务农是最辛苦的一件事情了，啊，打死也不想来，就喜欢在办公室吹冷气那样子。可是我觉得做农也是还好啦，啊，在办公室吹冷气坐久了也是会累啊，啊，所以就觉得还是不要在家里务农比较好。我是要鼓励去讲先读书啦，因为了下时代哦，书那么读哦，未听不上瘾啦，啊，去就去先。即系意志嚟讲，佢嘅身体从农专毕业，转来农事所转来去上学，结果转来不卡耕田。那个冇争啊，因为你哋下很后生，哦，身体我不会学到好新嘅字，嘅字眼你转来不卡，难怪你耕田就会好轻松。太阴嘅想法，让成人嘅天真比来，可能多咧一份考虑。不论哪个细细农夫。南白很会做得，稳稳前进，继续耕种。老阿爸强用心讲，不过看到俺后生的少年，竟然对台湾的米很有心，发动全国的好米，台湾出产的好米，相信不但像是有挑白老俩下，看到个未来，听说每认为有俩条新农夫，很好事，很美好。